今天要介绍的是在房间里注水变成鱼缸养鱼。相信很多小伙伴都喜欢在家里养宠物，不过基本上都是一些阿猫阿狗，而国外就玩得比较大了。为了养鱼，男子将整个房间都改装成了鱼缸，并且每天前来围观的人络绎不绝。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一起来看看吧。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房间都是水，鱼儿在里面自由穿梭游动，不知道原因的还以为是漏水了。原来这是一家饮料店，男子觉得鱼缸里的空间太限制鱼儿的成长了，并且男子觉得鱼缸养鱼也只能养一丢丢，根本满足不了自己想养鱼的欲望。于是男子把店里放上水，整个店里就像是水池一样，里面的鱼儿再也不怕鱼缸太拥挤而打闹了。来来往往的顾客都被男子的奇葩开店方式吸引，纷纷前来店里喝饮料，而且在这里喝饮料还能免费做一个鱼疗。要是里面放上螃蟹和电鳗，是不是更加刺激呢？不得不说，外国人的脑洞还真是无限的大呀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到这就结束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